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大家早安安晚安全日安，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。咁呢度我 Raymond Wong， 咁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，一早就准时啊同大家倾下偈啊，同埋呢就听下一啲新嘅消息啦啊。第一样嘢想同大家讲呢，就是台务嘅嘢先。首先讲一讲台务啊，唔好意思，可能有啲人话喂台务关我咩事啦，因为有啲变动啊，就算系大变动嚟嘅呢，大家而家知道呢，就係嗰个神芒第一线直播呢，就係两边出嘅，就係芒向編輯部同正向部两边都有出嘅。咁呢而家呢就会改返啦，即係暂时未改嘅，会有两个礼拜嘅，即係呢、這个唔係即刻改，唔係砰一声即刻改，两个礼拜嘅即係调整呢，可以咁讲。咁呢两个礼拜嘅时候呢，就会发生啲咩事呢，就係、是这个神芒第一线呢，就照样会在芒向编辑部向部那里出的。现在提醒大家呢，就是你未订阅正向部，你尽快订阅，因为呢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呢，那个晚间直播，我们这两个礼拜都会有晚间直播的。那个晚间直播仍然会是两边出，或者是晒冷气，视乎那晚要讲些什么。那那个情况就是呢，之后嗰、那个晚间直播呢，就可能呢就会比较恒常一啲咁样做。而家唔知得唔得啊，我哋都係即係试下能唔能够调整，即係嗰个九钟聚嗰度呢就会搬过去正向，即係喺两个礼拜之后啦。呢、这个呢就要睇下我安唔安排到时间。第一样嘢就係、是、第二样嘢呢係、就是、要睇下即係究竟即係其他节目係点样安排。咁而家预定呢就咁。一个礼拜最少要有三日会有九钟聚嘅，咁但系咧有正向世界嗰一日就唔会有九钟聚，而家暂时嘅安排应该系咁。估计咧嗱，即系就系礼拜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，其中三日会有呢个晚间直播。咁正向世界咧就梗噶啦，正向世界咧就风雨不改嘅，除非真 BC 有事。咁啊，礼拜日同礼拜四，咁我咧就会一二三五六就其中三日。咁但系我冇办法定到即系梗死嘅日子，点解咧？因为有啲工作咧就会阻到，所以咧我只能够咧就系睇下我平时嗰个工作情况系点，跟住咧就再调整咁样样吓。咁啊嗱，而家点解有呢个做法呢，就是因为其实而家嗰个工作量太大啦，即系而家放两边嗰个情况，嗱，即系又放正向又放芒向嗰个情况，真系唔系好理想。做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希望大家即系多多包涵。一样嘢咧，就系嗰啲节录咧，如果两边摆咧，嗰个即系成本太大。其实我哋知道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你好多芒友听咗直播咧，佢哋都唔会听节录嘅，即系我知道系咁噶啦。咁呢个唔系你哋嘅错嚟嘅，即系我都要讲翻，即系你听一个直播冇理由再叫你再听一次节录嘅，其实吓咁、所以而家之后会做嘅嘢咧，就系、是、直播就系摆喺个台，节录咧就会摆翻喺同一个台嗰度嘅啫，就唔会搞咁多噶啦。咁你话啲节录会唔会再剪走埋啲网友嘅即系留言？因为有啲直播系会环节系会互动嘅，咁。嗱，即系我就唔想咁样样啊！即系都同大家讲下，即系啲节录咧，其实已经系好精简噶啦，好多都即系啲留言咧，好多嗱，你冇即系一定要有互动嘅，即系直播节目。如果你完全即系好似我喺度，我有我讲，你有你听，完全冇互动，咁呢啲唔系真直播嚟，因为你直播一定要有大家嘅参与，大家有个投入度咁先好玩嘅。其实就
咁有啲人當然冇入嚟啦。點解而家冇入嚟？因為比較亂啦。其實就係因為同有仲有啲人咧就跟風嘅。其實我都知道就係、是、如果佢睇到嗰個直播睇緊嘅人數太少咧，佢就唔會入嚟聽嘅。其實好多時都係咁樣。咁因為而家打散咗，其實即係一直都係有個問題嘅。其實即係我同大家即係老老實實講啊，即係啲 view 數打散曬之後咧，其實是对那个传播是很不利的。结果呢我们的节目呢就仲难散出去。所以呢现在又要再调整一次。啊、那能不能够可以真的做到一个礼拜三次的九宗罪，那尽量咯。啊、即是那所以希望大家都是订阅回正向报。因为之后那个九宗罪呢就只会在正向报那里出的。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夜晚有些东西是要讲是特别是即是要炒下拆蟹嘅，咁就会摆返去嘥冷气。咁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係订阅返即係正向报埋嘥冷气。因为好惨呀，而家就係其实有啲嘢即係做多咗，结果係一啲效益都冇。啊、所以係好麻烦。咁嗱、即係我讲嘅嘢俾大家听，即係有时都係唔理想嘅。咁 Daisy Sorry 就話因為拼經濟所以聽節錄，咁嗱節錄咧就係、是、如果嗰個直播喺邊一個台度出，嗰啲節錄咧就會喺翻邊一個台嗰度揾到。而家嗱暫時嘅計劃就係咁，因為之前其實一直都係咁嘅，嗰啲節錄咧就兩邊擺嘅有啲，咁但係我哋有段時間咧就淨係擺正向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正向其實嗰個傳播力太弱啦，即係同埋好多訂咗正向報嘅人咧。根本呢就已经听了直播了，其实基本上他不会听这个节录的。咁所以而家就要调整一下嗰个策略。咁、啊、冇办法啦，即係有时我哋都系见到嗰个问题、啊、即係要处理就要慢慢处理。咁有两个礼拜嘅过渡期或者调整期。咁、啊、希望大家呢就继续支持啦。咁、啊、呢两个礼拜呢就会嗰啲节录系会两边摆嘅。咁、啊、有时冇办法，我哋都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安排得到做到最好嘅。有人就投诉话啲字幕好差。嗱、啊、啲字幕呢其实就係智能字幕嚟嘅啫。即係我哋能够做到智能字幕呢已经即係算唔错，因为我哋根本呢就再冇资源呢就去校对返所有字幕嘅。啊即係所以大家都係要多多包涵呢一样嘢，即係嗰个字幕啊、即如果你是俾咗啲国内嘅朋友睇，佢听佢母语系普通话嘅，咁呢个有啲困难嘅，因为嗰个智能字幕咧好多都系错嘅，其实即我哋都发现到。但系嗱、啊，即呢个应该问题不大嘅，因为我理解咧就大部分人听嘅咧都系识粤语嘅，咁有部分唔识听粤语嘅，佢有字幕，咁呢个都帮到佢嘅吓。啊咁啊，嗱，阿 Ken 就话拼经济拼到冇时间听，我就嚟都拼到冇时间讲噶啦，所以咧，嗱、那、嗰个直播即系神芒嗰度咧，要唔要减时间咧？而家仲喺度考虑紧，暂时就唔想改住，但系之后咧可能会改嘅，就可能直播咧就会得翻个几钟啊，咁晚上嗰个又系个几钟啊咁样样，但系而家未决定，有好多嘢都要睇下嗰个工作安排点啊，咁啊。Miling Lee 就话被封之后咧，六个细台咧，净系可以订阅翻我个台，咁唔紧要啦。你迟啲再睇下得唔得咯，因为嗰啲即系封完之后再开翻嗰啲账户咧，好多都有问题。嗱，即系我都即系坦白同大家讲，呢个又系我哋处理唔到嘅问题嚟嘅。嗱，我哋可以尝试帮你同 YouTube 交涉，但系佢整唔整系一件事，因为之前咧打圈嗰个问题其实已经话咗俾佢哋听。啊、但是呢他是很久之后他更新了个软件之后呢这个问题先没有了的。咁、啊、你说之后会怎样我都不知道 啊即是究竟我们现在跟他讲说喂你那个订阅有问题，咁样即是有些人订到有些人订不到，咁这个如果你可以反映返给 YouTube 听，你自己试下反映返给他听先。啊、就看看如果再不得呢，我们就组织一班人咁样一大堆资料。跟住呢就攞俾 YouTube 咁样囉。啊即係你可以微信啲资料俾我又得， Facebook 啲资料俾我又得。啊呢、這个我哋会做嘅。啊不过一定要有好多人有同样嘅问题呢，我哋先至方便呢就係、
直接去同 YouTube 讲啊。咁你话我哋有冇特别渠道？其实严格嚟讲就冇嘅，呢个台太细啦，同埋啲 view 数太少。咁如果啲 view 数多啲嗰啲人咧 ，YouTube 系会有人帮佢搞嘅，会快好多。咁我哋个台都系即系讲真比较细咯，呢、這个就有时真系冇计嘅吓。咁啊嗱，讲到呢度啦吓，即系台务嘅嘢，费事讲咁多啦。咁休息一阵，翻嚟咧，我就讲下啲新闻消息吓、啊。休息一阵。